钻入这个小小的洞口，就算是进入了地下河的工作室。河流辗转冲撞，在此掏出几十个高大的洞厅。一些更细致的雕琢则交给了水滴。这根石笋对应着洞顶水滴下落的位置。在过去的150000年当中，这些水滴从未改变它们的目标，直到石笋拔地而起，长出17米高度。它叫霸王鲹，由两串水滴在35万年的时间里铸成。这些作品的诞生并没有人类的参与，功劳属于微小的水滴。他们是最有耐性的创造者，即使永远不被人们发现。